我们的狙击手都埋伏在最外围，什么样的人能从背后袭击他们？ 毒蛇，快，准，狠！一招走后，我们狙击手的位置隐藏相当隐蔽。这个凶手是怎么找到的呢？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关键是，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常年的训练，有人在背后袭击他们，他们居然不知道。 难道杀死这两个太君的不是人？这林子里死人太多，有鬼！胡说！既然有鬼，碰到大佐也要推三舍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，可怕的是人。 战斗力超强的人，你是说，在我们这劳工营的羊群里，隐藏着一批凶狠的狼？这头狡猾的狼是谁？把他揪出来，就算是他身披着羊皮，也要扒出来，让我看看。 昨天，你们顺利的从林场逃出来，我应该向你们表示祝贺。但我的心情非常的糟糕，因为有两名帝国士兵死得很蹊跷。 帝国士兵的死，我希望有人承担责任。大佐，可是林场的规矩是您定的。昨天的事情告诉我，老规矩已经不合时宜，我们需要新的规矩，所以，我们今天。 就多加一个游戏。这里有13把左轮手枪，都是我的钟爱。遇到哑弹的时候，可以自动的补射，手感也不错。波斯，在，给他们发枪。大家，给我听好了啊！每个人发一把枪。 枪里只有一颗子弹，在后面的这个人拿枪顶住前面这个人的脑袋，大家一起开枪。每轮被打死这个人将会被抬出去，后面的人自然接上。小子真他妈够狠的，他们自己不开枪，让我们自相残杀，什么他妈玩意儿！ 我希望这个凶手能够主动的站出来，否则这个游戏。 会一直玩下去。
你前面那个不是五二三七，我管他是谁呢！这个死人把我给撞回来了。这下轮场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确没在队伍当中啊。老魏，都他妈到这份上了，咱们跟他拼了吧！别装了，都要出这龙潭虎穴，可他却偏要闯进来，什么来路呢？把枪举起来！把枪举起来！你不会开枪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。只要拿着枪，手指头扣动扳机，就这么简单，很好玩的。太君，我真不会。那太可惜了，你不会开枪，那你只能退出这个游戏了。都散了吧，继续干活。心里就来气儿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小爷我早逃出这阎王殿了。哥，我是你的人，
那整个劳工营都知道你罩着我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墨迹了？有屁快放。那他都欺负我头上了，你就不替我出头吗？反正自从我来到劳工营，我就一直拿你当我亲哥。我再跟你说一回啊，你别叫我哥，我跟你爹是一辈的。行行行行，一辈就一辈。那你说这事管不管？